哇，高了，十高了，刚感觉要中了，你知道？对，还是挺远的这一下。过一点那就是。那就是250。250，255，250，25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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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你说一些什么吗？255吧。你不觉得姚一天会用数字对你说一些什么吗？他会用数字对你说一些什么吗？该他会用数字告诉你一些答案吗？都是隐晦的，他不是想播，他就告诉你，全是隐晦的，就没有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是明面的。就来吧，这把要多少？255。255，行。你这下二。哎，过了。哎，过了。250。那就250吧。来吧。250。250，蛋糕。好的，就是我。放箭。来。放箭了，鹏们。拉。一二拉。来。250没。多少了？再松一点，松一点，松一点点，松一点点。停！来吧，朋友们，好了啊，来啊，绝对是250。朋友们，这儿是吧？真的，其实后羿射日可能是一次彗星撞击地球事件，所谓九日正是彗星解体为九块，因摩擦炙热成为似太阳的发光发热体，远古先民惊恐万分而又无能为力，只好向其射箭，从而留下了这相传千年的神话故事。那他就相当于是一个谣言，然后最后变成神话故事了。不，在那个时候这算很有智慧的人了。你像搁咱们一般人在那个时候说啊，这时候突然出来一个人特深沉，就跟他似的说，这其实啊，这有人家后羿设下的嘴呢。你一听这大哥，这太有道理了，这大哥。走吧，扶我回家吧，请我吃饭。对。好的，那行吧，我们去下一个时间地点。夏日行难第四行，让身边人远离蚊子的行难必杀技。夏日行难第四行，让身边人远离蚊子的行难必杀技。当家人被蚊子吵得睡不着时，一跃而起消灭了蚊子，这时你就是全家的顶梁柱。
展现夏日型男第四型，验证能否通过干冰吸蚊子。干冰吸蚊子，走吧，走，我去找真相，就是害怕。哟吼！哇，很快哎。这个电动晾衣机感觉很不错哎。那是当然了，大陆我们用的呀，这个是奥普内烘干晾衣机。这个英印内烘干呢，像这种夏天的衣服20分钟就能干透，它的水氧除菌烘啊能做到贴身衣物里外双面除菌，更加干净健康，而且它还能升高升低。这个太棒了，很适合全家一起使用，是吧？其实面对蚊子我是恐惧的，我是厌恶的，我是膈应的。我一辈子最大的天敌可能就是蚊子，一会儿就要去面对了。下猪湖，走吧，走。Right now， 小残残儿，大晚上把我们丢到孤岛里啊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坐吧，坐。哎呦，来了大的！实验已经开始了，你看。我不能跟你们说话了，我要盯着我的腿，盯着打蚊子。我们就要谢谢晨晨跟大勋穿着短裤来这边试验一下，真的是很有开放的精神。对，麻了，说完我麻了，全是蚊子！哇，太夸张了！我看这些飞什么东西，我浑身上下耳朵神经痒，太不舒服了。只能一直打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宝贝儿们，走吧，来到著名的蚊子岛。你看，看看看，我去，这就是故意弄的蚊子。那灯就会有很多蚊子。但这太多了。哇，你抬头，兄弟们。我看上了，看见了，要了命了！不是，他就故意放灯把蚊子都吸引。我觉得你们真是，太狠了，蚊子研究基地。